大家好，董正彤。那首先呢，先恭喜哦，先跟大家拜个新年好。OK， 那我呢准备了一袋福袋呢，要送给你当新年礼物。OK， 那这一袋福袋里面有什么呢？我只公布其中一点哈，因为其他的我就当惊喜赠品哈。然后里面有一包这个，这包里面有什么呢？一片呢，我最畅销的网络创业能包 DVD 一片哈，里面有70部我亲自录制的影片，还有4本电子书我写的，然后还有很多的创业或行销资源送给你哈。然后呢，比较最特别的，今年我从来没送过的这一本书啊，《快乐之道》的小册子。这本书呢，它全世界呢发放了大概1亿1000多万本，非常的多哈。然后呢，它所到之处呢，犯罪率呢，甚至战争呢，都会被消灭。那我为什么要送你这本书呢？你可以看到理由，因为呢，你的生存对我来说很重要。OK， 所以为什么要送你这本书哈？里面会提到21个快乐之道的守则，因为遵循了它呢，你就会觉得很快乐了。你会发现人们不快乐呢，就是因为它偏离了这些道德守则哈。然后呢，还有我要送一个我从来没送过，而且真的是限量的哈。这是一份报纪哈的特刊，《经济日报》特刊。然后呢，我2017年的时候呢，哦，《经济日报呢》呢有很篇幅哈，这里哈，很篇幅的报道我哈。然后呢，那他们给了我一些备份哈，那所以我一直找不到机会送人呢，那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呢，送给这一次有索取的前100位的福袋的哈。啊，还有一些惊喜的小礼物，而这一切呢，只要购买我一片《不穿蓝包》DVD， 我就全部呢，寄到你指定的超商，这是超商取货，也是完全免运费哈，这是非常巨大的价值。那呢，最后呢，我们甚至还送你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最近有4咨询师，网络创业或行销的咨询师呢，他们已经准备好呢，替你。我任何齁，不管你有任何创业或者是网络行销方面的问题呢，你都可以询问他们齁，或者是对我的任何产品或服务有任何的疑问，我们呢仅限这一次呢有索取这个福袋的前100位朋友保证免费咨询齁，一次可能90分钟一两个小时不可能齁，保证咨询齁，正常来讲我们就是需要审核通过率呢通常都不到，但是仅限这一次，因为4人承受100个人，你必须要在一个月内使用完毕，不然你就取消你的咨询资格了。那他们会非常的累，所以呢最多只能送给100个人。好，那这个呢就是我今年呢从来没有做过，那我也是替大家准备的福袋，希望你喜欢。 OK， 那现在赶快索取，因为抢完就没有了。 OK， 拜拜。